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在家里面吃啊，好痛，吃火锅，只有肥牛的火锅，厉害不？妈呀，还香啊！太香了。这一份是一斤的，哎呀哎呀！天哪，太满了怎么办？尴尬了，尴尬了，尴尬了，尴尬了。太爽了。我一直想这么做，但从来没有这么吃过。全是肥牛，肥牛盖饭。这个就是为了冬天方便自己吃火锅，特地买的小锅。太喜欢吃火锅。
每次一录火锅就一片混乱。人每次就是又想吃火锅又怕录火锅。菠菜怎么就入口即化了都？很爽啊。Hello,Hello 姐妹们，我又回来了。刚吃完火锅，等一下要出门。然后脸吃的稍微有点脱妆，我就稍微补了一下妆，然后身上吃的臭臭的，我就刚刚用这个喷了一下身，喷了一下身体、头发、衣服什么的都可以喷。这个就是那种专门除异味的那种喷雾，这个是只要我出门我都会带着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牌子叫 Air Funk， 小小一个，不占地方。这个包装还是挺可爱的，挺有个性的。像冬天出门在外，我真的超级喜欢吃火锅，暖和，好吃，便宜。但吃完之后还是要继续见人，但是身上味道很重，很尴尬，怎么办？我的除味神器就是它。你吃完之后，你可以喷在头发上，喷在衣服上面，大概十几秒就可以快速的除去这个异味，这个除异味神器。看一下我买的这个，就是59块钱三支，三种不同的味道。在这里，它是长这个样子的。59块钱一共三支，然后三支是不同的味道，就基本上一支基本上就十几块钱，挺便宜的，性价比挺高的。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白桃乌龙味儿。
这个刚喷出来，前调是那种甜甜的桃子味儿，然后特别像那个元气森林的那个白桃气泡水，然后后调是那种淡淡的茶味儿，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啊，就不会让这个味道特别甜腻，特别的日常，然后喷下来之后就特别稳重。这个是干净白 T 的味道，这个味道我刚喷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惊讶，它特别像你刚洗完衣服之后的那种味道，就是好像一秒钟穿越回去穿了一个新衣服的感觉，特别特别像。还有这个就是现切甜橙，这个味道就比较的中规中矩，就是那种柑橘调。这个味道就是我觉得各个年龄层都是能喷的那种味道，这三支的味道都挺好的。我其实第一次喷的时候真的还蛮惊讶的，这个味道，这个味道一点都不廉价，虽然它就十几块钱一支啊，就是性价比非常高，但是它喷出来一点都不廉价，你们试了就知道了。它的官方主页上面介绍的是这个喷一下可以去除90%的异味啊，但就我而言啊，喷上之后我觉得一点异味我都闻不出来。关于这个留香的时间，中午喷的话到晚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就是这个中间的时间段完全没有问题，留香时间我觉得还可以了。必备的小神器就会先介绍到这里了。这个其实发自内心的是真的还挺喜欢，反正这个东西啊，给我老公给我闺蜜啊，我们都试了，都还挺喜欢的，接受度非常高。好了，先到这里了，我要出去了，拜拜。